晚上要炒高丽菜。炒高丽菜煎鸡胸肉，这是鸡胸肉。高丽菜先切下去泡水。两个人吃，切一点就好了，一点就够了。这样可能不够，再一点。这样子两个人吃，好，再放回去，再放回冰箱。切一切，再放下去泡水。再泡水。要炒的不要切太细了。跳一点起来，这个太外面了，要吃了。太外面太绿，这个量太大了。太外面太绿了，这不要。